北京时间明天下午16点，中国女排联赛第一阶段将进行最后的一轮的比赛。CCTV5 和央视体育 APP 将直播四川女排对阵辽宁女排的比赛。天津体育频道和金云 APP 将直播广东女排与天津女排的比赛。另外，咪咕视频、PP 体育、腾讯体育、企鹅直播和虎牙直播将直播所有比赛。